咧，佢哋有啲怕丑噶，可唔可以以最热烈嘅掌声去鼓励佢哋，请佢哋出嚟啊！首先多謝 Dance Team The One 為我哋帶嚟咁精彩嘅演出，真係非常專業嘅表演啊！而家我準備宣布雷丁公開小說比賽嘅結果。今年嘅得獎者係我個學生，參加呢個比賽嘅嗰篇作品得到評委一致嘅讚賞同認同，可以話係歷屆最好嘅一篇作品。2019年雷丁公開小說比賽一級榮譽獎得獎者是 Aaron 同學。
你好啊，陈教授。你好啊 ，Angel 小姐。咦，这个奖是？这个奖是属于 Aaron 的，好可惜他来不到拿这个奖回去。但是我想 Aaron 是不会介意你帮他接收这个奖，怎么说都是你发现他的才能，还帮他参加这个小说比赛。多谢你啊，教授。我相信 Aaron 知道他得了这个奖，他都会很开心，因为他经常都觉得自己的小说不会得到你的认同，但是这个奖就可以告诉他，他一直对写作和知识的坚持是值得的。还给你，多谢。其实这个公开比赛已经第十届了，最好记得第一届宣布结果那一刻，得奖者是一个才华洋溢、前途无可限量，同时亦都是一个十分喜爱的学生。他性格很开朗，是一个无时无刻都很开心的人。虽然他是我最优秀、最喜爱的学生，但是他竟然在颁奖礼前一个星期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当时我跟我自己说，我为人师表，是有责任阻止这件事发生。今年的得奖者 Aaron 都是我的学生，他上堂很踊跃地提出反驳我的论点，有阵时我都觉得他是一个问题学生。我从来都不知道他对写小说是有这么浓厚的兴趣。